参加社子岛开发座谈，柯P自己却大迟到，下礼拜就要 i voting， 居民想的却和市府不一样。你这个三个案子定的时阵，市政府家己定的，咱财团敢有人参与无？你若无开发，到咱五十年，我看了这句，我感觉是，感觉难道是市政府讲出来吗？目前重点是说有公民的朋友说你要拿。现场成了抱怨大会，社子岛何去何从？台北市规划三大方案，分别是运河社子岛、生态社子岛和保留现有聚落的蓝野社子岛。但投票前一刻却增加不开发这个选项，居民看了一肚子火，要求延迟投票。那延迟投票那些，我觉得都不好了。如果你们搞得定，哪里需要政府进来？办好你自己去改管哦，我本来就困难的。市长第四个方案不开发，感觉好像在丢他们。不怕暗示民赌气，柯P泄露心理计划。我改我登迄个第二个迄个生态设置岛，你知道？运河设置岛哦，是很炫的，你知道？但是讲实在，我好像想到，我本来想要错错，你知道？心里早有定见，却要让形势公平。柯P办设置岛 i voting， 不怕和居民杠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